1980 gründete eine kleine Gruppe von Visionären. 1980年，一群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士建立了 ITI。今天，他们的远见变成了现实。要建立统一的种植治疗质量标准，必须发展循证口腔种植学。从成立之日起 ，ITI 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壮大。现在，我们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0多名会员。ITI 代表的是口腔种植学领域的独立、非商业性的循证医学继续教育与研究支持组织。ITI 的另一特征是 ，ITI 是一个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网络，我们分享知识，共聚一堂，成为知交好友。The heart of everything we do is the ongoing improvement. 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都是为了使治疗方法得到持续不断的改进。我们制定循证治疗指导方针，并向尽可能多的同行提供获取他们的渠道。我们致力开展各种活动，以成为口腔种植学领域继续教育的最大提供者之一。ITI 世界研讨会每隔3年或4年举行一次，由各国地区分部举行的 ITI 大会平均每年有15次。此外，还有与大学及全球600多所研讨俱乐部合作进行的项目，及众多当地组织的会议与课程。但这些活动并不是传播知识的唯一途径。ITI 的会员们还有获取广博知识库的专属渠道，其核心由我们的出版物，特别是 ITI Treatment Guide 系列。ITI 治疗指南以及 ITINet 我们的在线互动平台构成。通过所有这些不同的措施，我们能够提供极具针对性的方法，帮助您确保日常的工作质量。I nostri study club sono organizzati per far incontrare un gruppo di colleghi。在我们的研讨俱乐部，参与者能够在轻松的氛围碰面并参与讨论，参加人数一般不会超过30人，这主要是为提问、个案研究讨论及交流留出空间。该理念凭借其独特的当地定位已取得全面的成功，现已成立600多家俱乐部。我们的中期目标是使 ITI 的每个会员都有机会进入研讨俱乐部。在他从事的所有工作和传达的所有理念中 ，ITI 都把患者放在首位，这就是他的主旨。我们追求治疗标准方面的卓越，并且把这一切建立在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ITI 可以帮助学者们两者兼得。每年，我们将25份奖学金奖励给年轻的临床医生们，然后他们将在 ITI 的20多个 ITI 奖学金中心之一学习一年。这些中心都是全球备受推崇的大学，导师经验非常丰富。自1998年以来，我们已经颁发了200多份，总价值达1100万美元的奖学金。这是一笔未来有益于患者的长远投资。Un investissement sur l'avenir pour le bien des patients.Traditionally, the ITI also stands for the. 一直以来 ，ITI 都大力支持口腔种植学领域及其相关领域研究项目的推广与资金筹集。每一个研究员，无论他或她是否是 ITI 的会员，都可以申请 ITI 的研究经费。一个由公认经验丰富的专家们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将会对所有提交的申请进行评估。自1988年以来，我们已经为320多个项目提供了4000多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迄今为止，我们在该领域的投资比其他任何非政府组织都要多。从类似于 ITI 这样的组织处获取财务支持，对于研究项目的实现是极为重要的，也是相关领域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ITI 为继续教育提供的方法和措施在南美洲也备受青睐。例如，近年来在巴西，会员人数已增加了50%，数字是最好的说明。在亚洲，口腔种植学正迈着矫健的步伐不断向前发展， ITI 将与其并肩前行。例如，日本已在 ITI 活跃了10多年，尽管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没有与 ITI 合作这么长时间，但他们都在以巨大的热情努力发展着他们各自的分部。这是因为 ITI 的理念极具说服力，
我们身为 ITI 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并热切期待着今后的发展。ITI の将来のさらなる発展を期待しています。ITI lidmaatschap is 'n basiese vereiste。从根本上说 ，ITI 会员资格是牙科专业人士应该具备的资格，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你会亲眼见证，在这个平台可以各种方式获取有价值的知识，与同行不受限制的交流和联络，开拓全新的视角。The ITI is a truly dynamic community, and being a member of the ITI is a very exciting experience. ITI 是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团体，成为 ITI 的会员将会给您带来非凡的体验。这个团体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们共同发展而成的，其中许多人都全心投入到这个共同的事业当中，比如准备全国大会讲座、组织召开当地研讨俱乐部会议等活动，或者通过合作研究，在口腔种植学出版物上发表新的研究结果。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 ITI 的精神，反映出这个牙科专业人士全球网络组织的远大目标。加入 ITI 肯定会令您的职业生涯大大受益。同样重要的是，您将成为一个致力于口腔种植学最高标准的全球网络的一部分。Dedicated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implant dentistry. Join our community. Join the ITI today.